没有看过的台北市。活力新台北节目带您深入十二行政区，发掘全新的私密景点。穿梭在文山区的大街小巷，一般人眼中的文教区，在各社区民众和里长们的用心经营之下，变得超乎你的想象。讲鬼大师司马中原爷爷在充满日式古朴风格的和室里读《红楼梦》，别有一番滋味。还有明星里就在社区当中的秘密花园，充满丰富多元又珍贵的自然生态。人文荟萃，多元融合，这是大家眼中的大安区。不过您看过充满文化历史的大安区吗？活力新台北节目邀请名人蔡诗平带您去认识隐身在温州街里的殷海光故居。这里有全台北市唯一保留在学校里的百年闽南式古厝黄连让居，师大丽水街旁的日式宿舍群里有平地上难得一见的保育类树木台湾油杉，还有温州街隐藏着一条两三百年前灌溉台北平原的柳公郡遗址。活力新台北节目要让各位观众朋友跟着我们的镜头，轻松的一起边玩边了解台北市的十二行政区哦。